有感于员警的辛劳，宜兰县警察之友会三星办事处特别于过年前在三星分局四楼礼堂举办绩优员警暨破案有功人员表扬大会。三星分局表示，感谢所有同仁的付出，近期民众对于警察的观感、社会信赖度以及治安的满意度，这些调查都获得民众的支持以及认同，这都是警察大家庭中每位同仁努力的成果，也非常感谢县警友会、三星警友会，希望能继续作为警察强而有力的后盾。三星分局所观察的辖区哦，应该算是吉安关哦，面积上大的，辖管大同和三星，这两个是一个山地，样面积上大，这是平地，样面积上大，所以伊的辛劳哦，可想一般呐。今日啊，借着这个机会，特别感谢咱所有这警察人员平时执勤的这个辛苦以外，麻烦大家再次祝福咱今日所有贵宾、所有议会、警议会好朋友。咱这警察绩优及咱所有警察同仁，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祝各位谢各位。以上新闻由本台记者张凯婷采访报道。